前，后面那个朋友，就是我后面那个没有踩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有妹，有妹在搭讪呢。搭，张明在搭讪妹。是啊。有妹。张庭虎。他们下次找主持人要找好啊，这话好多。 不是，拜托你走，你快叫你来，上坡，速度比较好，超吧。有车，这上坡何时了啊？张前，后面的朋友，你就是我后面那个没有踩的。哎，我也是陪着哎，他你说你骑起来也太轻松了吧？哪有？全家比较前面有全家了，有金的蛋就有吃啊。走走。哎。 我要喝牛奶。结账在这里，结账还没结账啊！你以为拿了不要钱啊？这个地方要算钱的。废话，你拿了就去那边要喝。我们请啊！你上新闻，我跟你讲，便利商店拿了就到那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第一次经验，这么多男生陪我骑车。哇哦！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亮哥。 原来他也有在骑车，我觉得大家对于就说疫情一解放，台湾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，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土地。哎，哪有认识黑社会的？我保镖，我保镖，我保镖，我在旁边，我一开始很尊敬。贤姐的波仔波奇卡哇，那就。 他就叫我要来督促这些人啊！对，我就贤姐可能也是怕我运动不够啦，对，叫我来帮忙骑一下。哎，这里又好了，有风了，急急停停，真的有热，还好吗？好，还好，我从这里开始，有点那个，肩膀太尖了。对啊，哇，好紧。 好酸啊！哦，哎，你怎么跟着我们来？跟你来干嘛？啊？屌哎！怎么了？买球给你签，然后你跟着我。哦，你是？没有，你没有卖棒球。球没有，看到他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身上没有棒球。我们往老街打酱油那边去的时候，我是眼睛已经看到那个运动店，那我想说，哇靠，就在旁边。后来就鼓起勇气，我去买棒球。 男生界的英雄，其实我一开始跟大家也不熟嘛，好像都是在那个签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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